各位观众，电池包耳，电池包耳里头放了两个电池，行动电源，透过 Type C、Type A 送电，接到我们的包包里面。这里有个 connector 转接头，一个 Type A，一个 Type C。现在出了一件事情，客人觉得两个他不够用，他要三个，他要小三一下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再充电 iPhone，各位看一下。安卓在充电，各位看一下，安卓在充电，在充电。三个装置怎么充电呢？就需要一条这个现在特价198的 Type C Lightning Micro USB。有了这几样东西之后呢，我们就形成了三充，再加上一条这个 C to C 的线。这 C2C 的线是 PD 的，比较贵，400块，这个198元。那么你这样子就可以搞定你的这个多功能充电的需要。我们的斜肩背充电包包，两个行动电源进去，同时可以给一二三，第四个装备充电，谢谢。